个活动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希望你这个三市镇中心艺文展呢，能够持续的一个把它扩展下去。我知道在场也有很多的摄影家，如果你觉得这个空间还不错，那如果你觉得你的作品呢，联想到这个地方来跟我们的好朋友见面的话，那你可以跟我们的冰色哥这边来提出申请，那我们会为您做一个安排，就是额外的一个非广告时间。好，那大家请就坐啊，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幕茶会呢，就要正式来开始。然后呢，请大家在音量上稍微控制一下，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空间稍微小了一点啊，所以你的声音呢，就会呢被稍微放大了一些些，所以要请大家稍微在整个音量上稍微做一个控制，谢谢你的配合。
另外柯树德柯医师，他也是国内外的摄影常胜军，他今天临时有事情没有办法来，他听说有跟陈进宝陈老师先请假了，不能不来，特别跟他请假。那另外呢，也要介绍我们的摄影家吴庆辉吴老师，当前在我们台南县警察局服务啊。另外要来补充介绍我们刘辉峰刘老师，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刘辉峰刘老师哈，刘老师是我们国内知名的一个摄影家，他是住在柳营啊，在我们刘家古厝，应该在我们刘家古厝附近吧哈，是吧哈？刘老师，刘老师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哈，谢谢刘老师的一个莅临，谢谢。那我就不再用开会开幕茶会的一个时间了，等一下如果还有其他贵宾莅临的话，我再来做补充介绍。那我们呢，首先来邀请我们严副处长来为我们今天的茶会来致开幕词，请严副处长。文化底蕴真深厚的这个咱的主持人，我的吴秘书吼，都有介绍女士吼，优先，到那够水准吼，啊，品质各个内涵都有诶，咱的关科长，而且咱大家的总店呢，也拍一头啦。我王亚英啊，王亚英王女啊，吼。当然再来介绍咱今仔个展览者、展示者吼，啊，咱这边吼是以前听讲吼，我无啥印象啊，是咱的同事吼，白书记的吼，哎，吴老师吼，大师级的吼，当然啦吼，咱今仔日也将姐姐家上高品质、上高水准的这个咱的贵宾吼。啊，是不是大家咱甲咱的艺术家吼，啊，咱甲咱的吴，哎，甲咱这陈老师咁拍一个毛拍来呢？咱甲伊拍毛拍，肯定就是甲咱肯定，咱甲伊咱的尊重啦，好不好？啊，讲起来吼，我紧张吼，一直期待今仔日咱有来甲讲的见面吼。几年前吼，我去大家吼。专家吼，是啊，专家吼，比较细腻啦吼，为做乡长加做个苦力吼。其实我捌听过咱陈老师这个名吼，阿妈捌曾经那上捌邀请过伊来表演过，啊，但是无特别去解了解到，啊，咱这陈老师吼，他是伊这个作品遐尼优秀啦吼，啊，我知影伊较那会晓。这个音乐啦，哦，迄京城啥物爱乐团啦，吼，迄阵哦去这个南家啦，吼，啊，想着咱南家乡亲吼，甲我听说吼，互我咧吼安尼平安恢复啦，吼，足欢喜个，啊，所以今仔个这个机会，咱去家庭大家斗阵啦，吼，迄段时间哦，讲起来哦，感恩在心啦，吼，真欢喜。啊，我听着讲陈老师吼，伊要来遮吼，点伊个即个摄影吼，伊个摄影的作品吼，我有那特别甲伊看过吼，我有特别甲看过，确实真正吼，交一般人吼无啥共款。啊，我讲这嘛是废话，较难共款，我咪叫伊来，安尼对不对？对嘛吼，确实有机吼。我有一个感觉啊，迄一天我一个替代伊吼，我一个替代伊人吼，伊嘛有学摄影啦。啊，我吼，我那较唔捌拢爱乌白转吼，我特别甲转讲吼，后边迄两百吼，非常特色啦，非常有特色。咱人啊，要点样爱点转后边迄两百啦，吼，迄两百吼，我拢讲吼，
迄是安那讲？恁两百块特别特别特别有感情，因为迄人叫我去等遐等迄、那个等迄个那一刹那一秒钟，迄我无可能，哦，我即种急性的哦，坐面条等面条啦。所以你若看等，你若从厕迄个家样拆起去等哦，你就知影。应该嘛，伫个土内底是有那慢慢啊一寸一寸甲大汉，卡起来呢，啊一个起来，你就甲剁掉去呢。所以让他没机会让他等到变成的、啊、所以你看后面要等要等到说可以变成一一把那个很优秀的这个图卡实就不简单了、哦、啊不然说要有点让他打一头来这样子你说不对啊不过哦欢喜就好啦因为哦我拿来讲参加阮这诶，这迄个画家来咧电视吼，我拢讲我就是捌话吼，我才敢大声讲话啦。因为你未看我笑的啦，啊，我就是唔捌滴，我唔捌这个摄影。啊，唔过吼，讲实在，这是一个小秘密啦。我曾经学过摄影吼，啊，因为吼我学过摄影了吼，就是有一张吼，我买台照相机吼，算个胖的啦。我那阵吼，我以前只讲我阵拢做洗相片，我那阵一个月吼，敢那开钱哦，开不低，哦，不低几数嘞。啊，我阵拢硬，我比我无去拜师啦，我拢认为讲吼，这是欢喜的代志，我含是去做饭食吼。啊，我今年我一张五块、三块、块、四块一张嘞，我还抽一张啦，你一堆啦，敢那要烧吼，变个烧金砖较久啦吼。我想想你好，阿妈好，在这个照相机就拍起来，阿侬即卖已经进步吧，拢有干嘛呢？阿我感觉讲即卖的人哦，较幸福啊，会小土啊，像迄大家拢年年人帅哥，阿我当作无同，但是哦，咱今天看到嘛，咱陈老师哦，还保有安尼，跟人无同，也不是小土哦，他就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么棒的作品哦，真感谢哦。感谢有迄个机会来阮家做这个电视，啊嘛吼，咱家的好朋友吼，有迄个机会来到啊市政府，第一家吼代表市政府甲大家问好啦吼，啊这个市政府是大家的，啊你哪有机会吼，有好的作品，甲看起来吼，从你们脸上一看吼，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你们一定都有很多才艺，啊你哪有迄个才艺吼，你得爱甲献出来，即摆社会吼。爱无人了解讲咱爸，哦，啊那无足可惜个啦，拢埋没，等，哦，天，等迄一天要出去，干干嘛叫书记了，就讲这样，天天拢无效，吼，你咱就即马现代，就爱家做出来，安尼，互大家了解，吼，啊，迄都唔免讲个，大家嘛知影讲足厉害，哦，像陈老师有学生伫咱家咧上班啦，啊，你看做老师。给学生我跟俄勒噶从那些合伙人，啊俄勒老师俄勒噶，我是讲唔在是东吹西老师给他加分呀，然后我讲，啊但是讲无啦，老师足恭敬的吼，啊所以应该看回头加编班，我变了伊的作品作编班，啊我所谓编班就是讲每一张拢足优秀的，拢足高水准的，唔是一张正好，一张就歹，唔是，伊拢有够水平吼。啊，真欢喜啦！讲遐尼济吼，上重要就是讲真欢喜哦，真爽哦，爽哪讲遐个甜啦！哦啊，但祝大家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若不等大家七岁时，你去接我，我嘛遐做过乡长，我嘛遐做过副长。感谢您，感谢，谢谢。谢谢我们杨副处长啊，刚刚的补充啊，的确我们杨副处长呢，他也在台南县时代呢，他是代理六甲乡的乡长，合并后呢，去接任六甲区的区长。我想跟陈金马陈老师从六甲国中退休，其实是相当有深的一个渊源哈。那感谢我们副处长致辞之后呢，我们紧接着要来邀请。好，我们的贵宾代表吴渊远吴老师为我们陈金宝陈老师讲几句话。好，
今天的主讲陈金宝老师，副处长，还有吴主任，各位大家好。好。我是咧，咱关键个时代，我伫教育上班是高单。八十年退休了，他们正第三种入到家，所以离开十八年半。到今日考到第三次，到这，我在家里五言文、五言文，早期我是拢真疯狂的，全部啊，我叫阮做去辅导嘞，伊只有几啊张，一两三四五五张，伊讲我才去云南，所以叫我爱对来个讲一话，我说。你知道怎麼拒絕的他一去迎來我們做一期的時候做認真跟黃國祥老師六甲國中做認真的一天、所以今天好一些好東西、比如說這種普者黑他這種一點色一點色的東西一點色的相片叫做水叫做西巴克隆西巴克隆叫做正片直接输出，正片放大，那些纸叫做碎，这边的纸，用幻灯片来洗哦，叫做碎，所以普者黑，那个颜良体型，以前我们解说的那个罗品的，罗品的油菜花，油菜花，罗品，云南是一个真水的所在啦。不但有梯田，还佫有土林，还佫有其他红土地，所以云南我做一点。云南梯田我去三届，还想做再个最近甚物地动啊？我去四届，到春天、夏天、秋天去两次，冬天去一次，好嘞。春天去一次，所以一个饮水所在，拢爱一个摄影者啦，爱讲摄影家啦，摄影者去发掘。你像咱台湾单机单观光做这些水所在，医疗啊，咱讲南有二寮，中部有金龙山，北部有什么鹅头啊？所以饮水所在拢爱去发掘，发掘拢爱。套在里边，夏天好得三四点出门，去到四点外等太阳。我大家拢到太阳飞出来进行，忽然间爱到迄个所在，所以这摄影者啦吼，拢真辛苦去等候他的光影的出现。我即摆有稍微转型啦，我也变焦啊，你想等我做点焦啊？啊焦啊，对，你山坡，你海边。你像我即个走路对山内湾罗德高，啊加二零港，二百门乡，啊就将军过，所以将军七股百门做者海椒啊，龙椒做者海椒啊，反正你啊打起去叫等等去，所以海椒啊愈辛苦，一波几只我将你啊也等，等啥等你出现，有时候用。淡薄的音乐回家，放音乐回家，请他出门，但是不一定有。黄金今天是黄金宝，有名了，黄金，陈金宝，或者一个黄金宝，陈金宝老师嘛，也有名，今天祝伊成功演出。伊叫花生，我要请这边请客吧，我讲买来买，农家乐啊，家里的钱我一定来，一定来。伊真辛苦，早起刚做去出门意外，伊即卖过耍过去一挂民宿的，阿爸再去再去哪里？再去西港，去一挂七安江消防船的，也倒水呢，也楼梯爬去楼梯顶管的去上，也做这样的。做这样翕相，所以非常辛苦，也变出容易，谢谢。
非常感谢吴妍妍吴老师呢，特别前来为陈金宝陈老师站下恭维高雷啦。刚吴妍妍吴老师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必须要先等待了啊，等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等待也是一种艺术，等待最后终于能够成为艺术。那陈金宝老师跟着吴妍妍吴老师呢，到非常多的地方去拍照，然后也留下非常多的一个作品。各位大家好，好，谢谢陈总当年，请允许用我看这个稿，因为我忘记了，讲一行话放进第二行，现在不是这样。他们我必须邀请参展，这个很感谢。本来我就没有参展的意愿，他说讲了几次，我说好吧，因为我的本身的这个相片就很少，早期的我就到1992年我就没有再写。可是年的话，那个时候是按吴老师去这个云南，这些后面这些是汪晨的，就是他带的。现在呢，我来讲一讲一些故事。当然呢，我先来感谢嘉宾的光临，以及这个送花篮花子盆栽的这个。这些花篮的话呢，展示很多，我心里相当开心，比我考上成大呢，哎，开心，因为我考成大的时候也没有花钱花篮，所以在搞上花篮的时候，哇，他们招手啊，好，这谢谢大家。哎，看到我的同事呢，六角光的同事，通常呢都是很好。哎，看到我疼爱的学生。啊，他也代表呢，哎，这个会场，看到他向美月老师喊老师好，我心里就很高兴。最起码我当导师教育没有失败，别的班级我不知道，但我教的学生的话呢，我曾经教他说，你补的老师一定要给老师问好。所以看到他们来的时候，相当高兴，非常欣慰。所以在场的我的学生，每个人一幅图，认识一幅图。
的。我猜你讲的是这样。在场六甲活动的登录。好，现在我来再来是感谢和感恩。第一个部分呢是摄影部分，我的启蒙老师是林茂生老师。林茂生老师。林茂生老师。对，我从他这边学基础和这个荷花。中继老师是孙春水老师，加上这个，我从他的地方学光和明。国际老师是吴渊源老师，他学旅游，因为有他的这一个带领，还有他的指导，要怎样去拍，才有这个成绩出来。所以我今天会请他做这个会主播，真的，如果没有他，绝对没有这机会。其实，在这个国外摄影，除了这个德国以外，这一部呢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别人绝对拍不出来这一部。因为我同事黄国强老师，他办了差不多半分钟，跟他是机片拿下来，换上去一拍，结果还是我们家，真的。好，这样就好。文化中心吴主任，当时不叫律师，叫吴主任。他邀约我参加台南国际民主艺术节，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展开这个舞台摄影。舞台摄影比这个旅游摄影更难，因为他跳过去的时候没了，好的没有了，除了我们能够连续看第二场，像那一部呢《青春舞者》，我看了第三场才到的。还有这个后面呢，有一个舞跳建筑，我设计到他什么会跳到这个跳槽公园旁边才照下。因为如果里面连续两场的这个是团长，你没有办法夸张那个。还有这个在阿里山常常碰到刘辉宏老师，他教导我拍烟花，烟花也不好拍，而且底片要花费很多。我记得第一次和这个林老师老师教导以后，我去县拍庙会，拍了15000块，结果他说不行，把我丢掉，没有一张可以用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用脚架，没有脚架，你洗出来都是捧杀，所以他把它丢掉，不行。所以我就记得以后呢，就带脚架。那个副市长呢，说那两户，我忘记带脚架，说下雨天还照什么相啊？结果一看不对，不行，我下雨。真的太漂亮了，所以一个风雨马上下，结果就有点懵懵懵懵。其实呢，我请这将来要照相的这个各位，我记得一定要再照相，而且拍一张，你用手指拍100张还好，回去就用。你要放大，平常心讲，这个前曲那个场景的。不敢放大，除了这样大而已，再大都不行。像这个中央景的还可以，到后面的数位可以放5000大，可以带大数位都没关系，但是焦点的话不行，就是不行。除了这个以外呢，再加上柯医师，还有那个大叔当主任，当看看。学一些新的点子，比如说太阳光太强，我们的光皮肤光皮肤啊，把那光线减少，然后保证我们眼睛。
不然光线的话上下差太多，啊你怎么样？哎哎哎 ，O， 那就所以不差。然后黑卡。哎，那就是吧。以上呢，这是我们那个粮食，谢谢。学摄影呢，要耐得住寂寞，因为没有人常常陪你去照相。比如说，我今天说吴老师带来照相，哎，谁发给他我？啊，你没听吗？大家感觉到掐三张，所以摄影是寂寞的。常常是什么？除了相之故嘛，哈，千山我独行。还有呢，想要更好的话呢，是千山独行，还要加上万水。你不然呢，你天多非常大概，我们救人救人物，你必须要加倍的功夫，才能跟得上。我想要马屁何为？我何来喊你们吸收？万老师，不可能的原因，你是太简单了，你跑步那不行。所以改行，赶快找个目标。吴老师讲的，亮叔讲的，你设立那个目标，因此呢，我就找庙会，因为我到底也要有经验，不行不能乱过我，所以我从庙会着手。所以我相片最多应该是庙会，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这个舞台，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这个旅游。早期的那些第一张。现在比赛共估麻将共估自己知道，到了这个荷花才入弦，荷花入弦，然后再来这一张是这个萧公子，萧公子全国比赛优先，翁准应该比金，因为翁准呢那很太绝了，平的平板老师是翁准，哎，看好。反过来嘛，我说这张为什么会得优先呢？我猜想里面一定有国画老师。结果我去翻翻，结果真的是国画老师。这一张是国画老师拿出来，如果我们平时绝对不可能啊。他那个什么，哦，我们画还觉得我们那个像不？所以照相你要怎么样？要取个好的名字，还是算不浪费，还是靠文打。而亚特纳乌威包红色，这是我对这餐饮的一个什么希望。因为在邀请卡上呢，有是一个我最新演奏。其实呢，我照相完差不多两三年后就开始呢，进入这个演奏，就是学乐器。所以我当初是两个同时进行。有时候呢要照相，有时候呢要写作业，所以困难。而且程度又比练不小，不仅仅哦小国语我，不仅仅好在可我要对比的。所以的话，当把我们这边我有时间就非常紧急，按不掉的这个，你起码这钢琴如果对钢琴这种独奏啊，打拢的华丽啊，你不的是不啊，所以。要写这一个国语的人，你要记住，你要里面分分钟，不然要很久。本来今天呢，我要求音乐老师，他是没有，不是重要的老师，他在台北美术国画今天老师，他本来答应我说老师我会的，结果他说不行，他不能。最后呢，我是感谢我的家人呢对我的支持。我太太呢是无怨无悔的支持我，先学摄影，再学国语，她个人呢扛起家务事。我却千山独行，没办法，因为不吃计划呢就没有办法到这下。我在民国96年的时候，新京是就停了6年。到德国的时候，德国这里才100年才再出来照相，
就是后面的那个三部呢是比较长的，那个汉这个三个宝是我获取的三个作品。那时候呢，我想要带那个柯达，不是柯达，是那个尼康这个相机，一机两镜的话呢，差不多十几公斤。那时候真的完全太大了。然后九位老师呢，跟我说：“你若敢保持，我把你给剁了。”啊，无你甲试看卖，因为胖好提，胖好提不是吧？他说：“你若敢就就我来刚开打。”所以我没办法，就买了个什么 NVS 少年七，叫七，就是我女儿现在照相来看，结果还不错呢，拍出几张可以的。有人说我这个天鹅堡比德国人照的还漂亮，我的天鹅堡是。啊，就这样，你看，我一样的，一线的，好不好？晓得。到时候是在那到了，是在吊桥有没有？吊桥上喊，但那风魔的风魔的油哦，它呛起来，风魔油呛起来，就这样了。因为那油哦，看着太黄。还有那个最后上第二张，那个是个河流，在船上照，你准备讲还要照，所以这个难度也很大。这是我照相的这一个过程。那个时候我在记得照相的时候呢，我先写了林老师荷花。林老师向我讲说：“你摄影按我的主题，你我主题要列品。”因此呢，我那个时候就写了什么成龙庙会。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有机会就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旅游。旅游的话呢，就跟着吴老师在走。所以不要说不敢说有什么成功，最起码的话呢，旅游前这参加的时候呢，好多了。今天呢，就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非常谢谢陈老师支持。那他刚刚有特别提到哈，他非常感谢他的妻哈，他的夫人哈。陈老师夫人师母在现场吗？请到前面来好吗？放着你在支持他的后面，我们是不是把麦克风交给你？好，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的参观，最感谢的就是大家的参与。那其实上阿宝一路走过来，真的要感谢很多贵人，就像他刚才所感谢的人啊，真的都是一下子他摄影产生问题，马上就有贵人出现，嘿，就来指导他。所以他就是说，他在一路上就是有很多老师，好，就帮他的嘛。然后像我们老师带他去大陆，要不然谁知道大陆有这么好的风光啊？所以像他在这个等于就在摄影的这一段期间，都是。有很多人帮助他，然后后来他心肌梗塞了，医生规定他不可以背相机，因为20公斤了，所以后来就写回忆。所以刚才那三位老师都是他的老师，他写二胡，写扬琴，嘿，古琴没有写，嘿，那个古琴是南艺的老师教授。所以像他古琴没有学，他是他在京城的时候他是指挥老师，他从学生从那些老师是学生他就跟着他，所以像他今天这些老师过来是赞助的，就是真的是很
很感谢，一路上都一直要感谢。我昨天就跟他讲，你今天一路上都要感谢。你想想看，你退休以后，那么多人帮你，所以你才有第二春。要不然他没有第二春，就像我一样，就坐在家里面。所以他这样子，也很高兴。今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我的朋友都跟我讲，你要记得哦，他活到现在，终于有这样的成就，所以我们要送个花跟他庆贺。因为我一直跟他姐姐说，不要送花，多花钱。他就讲说，一定要。然后我们大家都来高兴，他就这样子啊。所以说，我想说，好吧，那你们高兴，他也高兴，这样子就好了。活到七十几岁，谢谢，谢谢。你在哪说？没错，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表忠一下，我抱一下，好不好？摄影师过来，抱一下，亲一下，手牵手，你的右手牵他的抱腰，右手牵他的左手，你的手没有过去，这是男手来，照相的时候照那一幅，好，不是，好，回家的时候，拿到的时候要等太阳要下山的时候，那个时候，蚊子呢就开始出动了，你说哇，这样很奇怪的，我好歹我也喊不出来了。所以那一次以后很少去，除了去哪里呢，去这个六十担山，就那的话呢没有蚊子啊，所以他就很有劲。所以从那个以后呢，他就不跟我去台湾的任何地方找商品的时候很无聊啊，我是不用解决啊，他问我你喜欢公安官的，我还喜欢呢。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他，谢谢。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性，那我们再为这一对夫妻抗命，全身抗命，我们再掌声鼓励一下。今天在整个开幕茶会的最后呢，我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你们的左后方，我们有传统的相机的一个展示哈。这些相机我想都是现在我们很难看到的哈，那是用底片所拍摄的哈的一些特殊的相机。那我们有好几位摄影家呢，都在那个地方。等一下，在我们茶会结束之后呢，你们如果想要进一步的了解这一些相机，你们可以跟这一个传统相机展示后面的这些摄影家呢，来跟他们做一个讨教。那今天呢，我再次的代表我们台南市政府，欢迎各位嘉宾的一个莅临，让我们今天陈金宝喜形于色的一个摄影展呢，能够蓬荜生辉。那再一次的邀请大家，我们的展览呢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在这边做展览，然后今天呢我们的相机展示呢跟这里的展场呢会一直到下午5点。如果你们还有亲朋好友要来的，麻烦你们跟他们邀请一下，我们陈金宝老师呢会在现场为大家做解说。那谢谢今天前面的几个贵宾，特别是吴远远吴老师，谢谢。我们严副处长，我们的方科长，还有我们的刘老师，刘文芳刘老师，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今天的茶会旅程，谢谢大家。
前一个理社长啊，全程来为我们做录影，那大家可以在 YouTube 看到今天整个活动的一个演出，谢谢理社长。